小丽，我有事要和你说。哎，你说就好了，蹲下来干什么？小丽，嫁给我吧。小丽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这个太突然了，我还没准备好。啊，我吓到你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只是我要想一下。没关系，等你想好了再把戒指给你。好啊，不过这戒指还挺漂亮的。